说，我在摁呢。表演一个吃三个，可以了，没问题。你来了吗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正在 loading 当中，嗯。嗯。正在 loading。君莫笑，不好意思啊，你就去别的厂子带他们玩吧，就让我们两个废物在这里自生自灭吧。我们不废，我们不要这么说自己好不好？我们只是垃圾而已。就让我们这两个垃圾自生自灭吧。因为我可以看到我弹幕了，真好。我不卡了，现在说他们叫我，哎，你说没事，我就问问啊。我进组了，你会来探班吗？来呀，你不是你哪个组？你是那个，你不是男一吗？对啊，我在广东。哇，你在广东，哎，你也男一嘞，恭喜。嗯，谢谢。我本人还可以哈。啊？我应该是娱乐圈大亨哈。娱乐圈什么大亨？你是啊，你是啊。你能不能不要一遍一遍的来拉我呀？你 loading low 不完，我只能再拉一次啊。但是他真的 low 不完怎么办？你先 low 着吧。你来广东，我请你吃早茶。嗯，我可以在组里下面给你吃。我不要吃你下面。嗯。流氓。来，绿色直播间叔，你知道吗？那天我直播，连到一个麦，他比我小一轮，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开车了。都有比我小一轮的。你小一轮几岁？嗯，比我小一轮三岁。三岁太吓人了吧。你是广东哪里啊？你广东我不知道具体地方，反正导演说是在广东，因为比较暖和。哎呀，男一要好好演啊。嗯，肯定要好好演啊。为什么在广东呢？因为暖和呀。嗯，我想过来吃那个椰子鸡和牛仔鸡。可以啊，没问题，我开完年会就去了。我们还开年会呢。开啊，你没有收到通知吗 CEO 老师？我不是 CEO 啊，我是董事长啊。董事长老师，你没有接到通知吗？我可能被架空了。好的，我尝试把它关掉吧，我觉得这有点连上了。嗯，行。南派荷兰弟，这能说吗？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不能说啊？董事长被架空吗？你再拉一下。好。广东现在真的冷，真的假的？不行啊，你拉不动我呀，现在。我已发出邀请啊。没，我之前没有声音了。可能缘分就是，你是不是卡了呀？没卡，我一直在天上掉。这一关你应该有啊。来了，宝贝儿。你来啊。但是我这里没有显示啊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它本来有个加入按钮，现在没有了。
你等一下，我再邀请你一次。对，他没有这个加入了，怎么办？没有加入了，就就怎么办呢？要不你重启一下？不用，我不想再重启了。听到两个字就魂都没了。我不会，我挺开心的。哦，可以可以，懂了懂了。我知道了，稍等哈。嗯，我知道怎么弄了。我给你唱一首重启吧，叔，反正现在也没有事儿。好呀，你唱吧。好，你等一下啊，把这个声音关掉。声音关不掉。我觉得这次应该可以了。是通过你的邀请进入这个游戏。等会儿我开一下。喂。给你唱一首重启。哎，怎么唱的来着？希望如果您的经纪人老师在的话，给我打扣一个小电视就可以了。就是小电视嘛，就是盛典小电视。好的，嗯，在无尽的天空和无垠的大地之间，被呼啸的北风卷起冰冷痛苦之前，静静地拥抱火焰，别怕看痛苦飞溅。如果炽热的心被现实拴上了铁链，拥抱着鳄鱼般的黑夜，看不见明天，被忧郁抓住手腕，不能再放任拖延。在无尽的天空和无垠的大地之间，被呼啸的北风卷起冰冷痛苦之前，静静地拥抱火焰，别怕看热血飞溅。我们避不开伤害，要相视而笑，生命里总会遇到艰难的动摇，星星像钻石落下，人们在追寻答案，启程总在夜晚。噔噔噔，我的脚步脊梁都停在这里，用爱劈开黑暗，像一道曙光。是非真假若无法判断，不如坚强。啊，河川自由奔流，会流向哪里？忍住寂寞，总会找到它方向。悲伤也好，痛苦也好，并不可怕。怀抱北风成长，儿儿儿，儿儿儿。哎，行，就到这里吧。今天状态不太好啊，不应该提起唱歌这个事儿。好，真的吗？他在你的直播间吗？不是他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今天他们不是，我今天看到说什么，他不是还在狱里吗？他不是还在牢里吗？不是吧？他感觉是一个很大度的人，就是即使我们再怎么说他，他还是会就是送礼物的那种人吧，感觉。嗯，好吧，嗯，对不起，刚才把你的声音给mute掉了。
你再拉我一下好不好？好，好。我忘记开画面了。嗯，好友，刘帅人。嗯。哎，叔，我发现我真的是脸皮现在厚了很多。之前就是刘帅人这个名字，我就觉得还挺，就是有点挂不住，觉得有点太那个了。现在觉得就是理所当然。我觉得你是活在80年代吗？我先发几个消息，你能收到我发的消息吗？稍等，我你再要一次。那我再来一遍，你再唱一遍吧。说，我跟你说啊，上次阿里巴巴那个阿里拍卖那个，他们应该是看了我的直播，他们给我的工牌就是刘富帅。你舒适吗？舒适，我超开心，感觉被重视。嗯，马上就要变成超富帅了。说你突然这样，我很害怕。你想听什么歌吗？我给你唱一首。什么歌？你可以点老歌，老歌我唱的比较好。老歌都会是吗？基本上。铁窗泪，唱给彭金啊。铁窗泪，你别说，我还真不会。你怎么会不会呢？是这歌不是当时非常有名？铁窗泪是啥来着？手里捧着我，我啊，会了，会了，会了，我就会两句啊，我就演唱一下。手里捧着我，我头什么？脸是万里，嘴上哪？哎，哪儿没有一滴油？嘴上，脸上，算了。手里一喷着我，我头呀。什么？家里没有一头牛？不是，是碗里没有一点一滴油。这个是对我们那个这个基于建设的一种，菜里没有一滴油，那不可能。现在，那不可能。现在我们都是对啊，现在我们都是那个三菜一汤，对，吃的比外边好。你好了吗？我不知道行不行啊。如果你再拉我一下、哦，好，那我给大家唱一首，你知不知道？嗯，哎，这首歌是叫你知不知道？你知不知道，思念一个人的滋味，就像喝了一杯冰冷的水，然后用很长很长的时间，一颗一颗流成热泪。你知不知道寂寞的滋味？寂寞是因为思念谁？你知不知道痛苦的滋味？痛苦是因为想忘记谁？你知不知道思念一个人的滋味？就像喝了一杯冰冷的水。你知不知道？你知不知道？我等到花儿也谢了。你知不知道？你知不知道？我等到花儿也谢了。这不是一首歌。不行啊，搞不定啊。搞不定，那我最后再试一下吧。不行，失败了。那不然
今天的游戏环节就到这里吧。那也只有这样了，哎、嗯。好的，没关系，下次我们再一起玩吗？但是瓦尔加了我，不要玩他的单。瓦尔吗？嗯。哈，瓦尔这个绿茶。偷偷加了，嗯。偷偷加了我。好了，那我们就聊天吧。嗯。